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ayman。 今天我们出来春风路吃饭，来这间青葱烧烤新开没多久，他现在团购优惠差不多打五折了，所以约了朋友和带老婆出来试一试。位置呢就在华润对面，华润万家前面就是地铁站了，很方便。入到嚟坐得好满啊，发觉基本上坐满晒啦。呢度嘅啤酒种类都几多，佢个 menu 我就放喺视频最后啦，大家可以睇睇。好啦，半打蚝佢10蚊只，如果用团购券半价啦，都算大只嘅。我攞个祖传嘅打火机试一试，比一比。牛肉串一上嚟就食咗差唔多一半啦，诶 ，OK 嘅，不过不失。羊肉串5蚊串都算大噶啦，不过呢个羊味好够啊，好浓嘅羊味。趁热食咗个蚝先，佢呢个蒜蓉我就觉得比较少一啲，呢个蚝蒜蓉得喎，呢个蚝应该要再几多半打，好食。豆皮啊！有几想出去食豆皮呢，入面有蒜有葱，嗯，唔食葱咧就唔食得呢个啦，补咗葱喺边。点一个主食，炒米粉。佢落咗唔少豉油喎，咁黑嘅。呢个一般，炒得一过，有啲过咗啦，有啲窿味，一般一般。第二轮嘅羊肉，呢个羊肉我哋一致。供应是好吃，点了一个鸭血粉丝，粉丝都挺多下，另外几个茄子，这个是我老婆的猪肉，第二轮的生蚝都到了，跟上次那轮一样都很大只下了。烧鸡翼啊，好似干咗少少呢个。羊腰，咦？有几多个敢食羊腰啊？还好，个异味唔算好重，有少少。太多嘢食啦，而家先食呢个茄子，呢、這个茄子味道一般都系，冇羊肉同埋生蚝咁好食。呢、這个鸭血粉丝就不过不失，唔系好辣嘅呢、這个，但我中意食佢上面嗰个豆啊。呢、这个黄豆炸得好好脆，出嚟休息一阵间先，
吸啖新鮮空氣。我記得呢以前呢一排呢冇生意，亦都冇咩餐飲喎，冇過你一排呢度開曬一籃餐飲，但係就係、是、都係我眼前嘅燒烤呢間係最多客，其他都係冇咩客，話曬都係食飯時間啦而家。大家可以把握機會用券食啦過嚟，佢烤蠔烤羊 OK， 另外佢仲有烤魚，有雞煲，有牛蛙，都可以用嗰個團購券嘅。不過有個問題就係佢都幾嘈下，佢音樂開得大聲之餘，啱啱撞咁後面有一間公司，可能成班聚餐，有差唔多廿個人，又劈酒喺度大叫咁樣，想靜啲都唔得。最後一輪烤魷魚、娃娃菜，仲有個饅頭，另外咧就係甜品啦。呢一個係豆花，係啊，係紫冰豆花。試下甜品先啦。佢呢個豆花就應該同我哋食開唔一樣。感覺都唔係豆腐嚟呢個，感覺係用粉衝啊呢個。唔會話難食，但係咧就有啲奇怪。呢個落咗蜜糖嘅饅頭啊，嗯 ，OK。啊，最後嚟試一試個魷魚啦。呢、這個魷魚我諗起以前喺香港嗰時候，仲東戲院睇戲門口嗰啲燒魷魚啊。嗯，好乾啊，勁乾。這個菜咧就完全唔得，落嗰醋，勁怪個味道。反而呢個涼糕咧，佢哋叫豆花啦，但係呢個唔係豆腐花嚟，唔係豆腐嚟嘅。其實好食嘅，你食咗咁多鹹嘅，有啲甜嘢 balance 翻咧就 OK 嘅。最後就睇下單啦，食咗咁多嘢，415.9，用券之後係減200元，總共就215.9。今日食咗都算幾多嘢啦，俾大家睇下竹筒。今日條片就係咁多啦，勁嘈喺度，好難收音啊！下條片再見啦。大家把握機會想食嘅快啲團購啦，拜拜。